介绍我们的卫冕者蔡佳珍，欢迎。上周唱出90.3，卫冕14冠。哇，说着说着14冠了。对啊，评审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佳珍。我说实在，你如果中间都不卡关，现在也应该过关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好像卡4次还5次。对，没关系，卡关就代表我们大家想念你啊。对啊，好。对，今天要带来什么歌？今天带来那英老师的《征服》，是小文老师。这首歌困难度高了，非常难。然后这首歌，小文老师是制作人，我知道，是，所以你特别选这首歌，也是要给老师来评判一下，对。特别紧张，在制作人面前唱这首歌。不会啦，你哪一首歌很难得不撞到制作人哦？对啊，这些制作人加加起来都做几百张唱片了。OK， 今天带来《征服》来挑战一下，一起来欣赏。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外表健康的你，心里伤痕无数。顽强的我，试着抢占你的俘虏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入土。你如果经过我的坟墓，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入土。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如土。征服，蔡佳珍，谢谢。